好，我们今天吃的什么？一个好喝的黑糖粉圆。黑糖粉，黑糖粉，黑糖粉，好喝的。那两个呢？又苦又又咸又臭的鱼露粉圆。哦，鱼露。两个。请问要先吃哪？先看哪位吃呢？要静静，刘安顺。好，刘安顺先来。所以现在开始吃，对对对，选一碗。一碗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就两口。哦，两口，对，两口，一口就喝完了吧？对嘛。哦。哦。什么？这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是因为鱼露，是因为想要大嘴。给点。我可以加一碗吗？没有，这要验证用。看仔细了啊、哦！好，第二位，你们想看谁试吃？卓轩。好，我也很想要这样干杯，但好像有点危险。我有危险，有点危险，你会喷出真。这个没办法，喉咙借过，冷静点。还把它喝进去，两口，哦，两口，我开玩笑。来，金枝姐，汤喝汤就可以了吧？两口，反正两口，要带料，要带料。不喜欢吃粉圆吗？嗯，有一点。不应该接这个通告了。麻烦两口，两口。第二盒可以不用粉圆，没关系。好。所以算优惠，优惠。好。那我觉得可能尤安顺吃到的是正常的，他可以整碗吞下去。我觉得他演得太夸张了，是吧？他后面那个是因为他后来补演的，补演的吞的还蛮顺的，然后后来觉得就是加演下，就拍着拍着还补戏就对了，对对，补几个镜头就可以。导演说要补几个镜头，说刚才有点不对，有点少，不够，所以多讹了两，给你按两下，对吧？柯导，好，我觉得尤安顺跟张静之是难吃的，好，你认为卓文萱吃到正常的？我的是吃的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在演，他明明吃到了，演没事是吧？或者是他遮掩不住，他真吃到了，他演他盖不住。对，哦，我懂你意思。我觉得张静之似乎他不知道，因为很少来吃这个东西。谁常吃这个东西？谁吃过？对啊，我也算第一次来。尤安顺跟卓文萱两个选一个吧，因为他有鱼露有味道，所以我们得在这边决定以后才能出去吃。赢的人决定尤安顺还是卓文萱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蔡卷，剪刀石头布，你最输。你出去吃，那没办法，你最输，你出去就代表了我们。哦，你这一走去这一趟路三步路，你就要决定，你就要讲，然后是谁？我要吃正常那个。对，你猜谁吃到正常？猜谁是演出来？啊，好，我还是照原来的意思。哦，来哪里？哎，有点过。OK。好吃。如何？好吃，好鲜。你是好，下一位，剪刀石头布，去。剩下两个选一个，去。哎，觉得谁？我选那个啊，尤安顺。哦，比较安全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为什么这么固执？我们夫妻一场。你为什么那么固执？希望我没有完全不了解我的心意吗？完全被骗，从头到尾没有人怀疑过他。哦，我有怀疑过。你刚刚没有讲，我有怀疑过。型男演技王 Round Two， 我们要吃的是什么？一个是好吃的咖喱墨西哥饼，咖喱的 taco， 两个呢，当然是要搭配啦，
黄连咖喱墨西哥饼，哇，所以是苦的。陈国成，这样火气怎么了？趴下去了，最适合你，你睡眠品质不好。哎，对不对？那我要享受它。是是。好，请问三位要先看哪一位先演？陈哥，对啊，先陈哥，让你好好享受它，从头苦到尾。哇，这个颜色怎么那么深啊？我走了。感觉窝心肠感哦，你的脖子好有戏，你下颚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要吐一些什么东西出来？需要吗？他本来想吐，后来要忍住吞进去。好，下一位，请问要看的是哪位？你就可走吧。好。看到有点抖哎哈，看到没有？这有他人生苦吗？这个雕虫小技，拿这个来考他，对吧？你都假着自然，他只能。磕到什么话都没说，好吃还是不好吃？很难分辨。我已经麻木了。什么意思？接下来麻烦玉燕姐，安心上路。有那么快就苦了吗？哇，不是，我以为你是要拿水给人家喝，水拿来直接灌是怎么样？不是，我们刚刚都没有用水这一招来演示，你们现在故意用这样用障眼法，对，还那么大一瓶，对呀，还故意的，然后这样子太苦了。哦天哪，这个那个，哎，其实这个喝了水之后会更苦，将会有没有扩散开？扩散开啊！好，谁吃到正常的墨西哥饼？是我觉得是陈哥哎。我也觉得陈哥，你也觉得可陈哥对不对？嗯，因为我一直在观察他吃完之后放下，然后换他们两个之后，他还一直在那边嚼。如果那么苦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一直吃的。不是、啊，就我也一直嚼。进食他总不能一直放在嘴巴里面。吐出来啊！吐都吐掉。不行不行，不行是不是？我觉得玉燕姐现在又在演，她在加戏，又在漱口。真的吗？可是她鼻子都会吐耶。你们两个想要互相伤害，还留了一口给你。日常生活中就知道你的夫妻不和了。你刚才噎到我们也说你是加戏啊。这鼻子都那个很难演出来吧？对啊。那种感觉。挑包吹短后鬼，你说吃的真的假的？还留了给你留了一口。那这是本名是陷害的。你猜，给你猜。我觉得陈哥。给你猜，给你猜。好，你就还是陈哥吧。好，蔡犬的输的出去。蔡犬了出去，蔡犬输了出去，我们看不出去，现在不想理你这样。谁在说输了出去？剪刀石头布，你要走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做文轩，是安心上路啊？谁？陈哥，陈哥，嗯，看看有没有你的人生苦啊？完了，他这样讲你完了，我们出来了。那么小口，好吃啊！这是有还是没有？有有哎，有咖喱吗？还有黄连。哎呀！好，下一位你们觉得是哪一位？第一位猜错了，玉燕姐，真的。好，你去，那你去吗？你们可以猜拳，可以猜拳。猜拳。哎，那你应该去吧？哎，好了，我去。小不点，我去。不要，哎，我们干。情何以堪？你们俩是在演什么？现在就演了。我靠！哇！从剧场舞台上演到这里啊！温头熊喵盖，熊喵盖！你把我放在哪里了？毒死你！一口吞哦！那都是一口吞的。
你来了，我要个紧疼的，不好看轻伤的，赶紧把他煮菜。不带轻伤，你一口喷。真的、啊？有没有？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